交往台湾网红神似大 S， 前任张靓颖疯魔起舞跳好运来。阿姨，我儿子又官宣了，爱帅不帅？被揍。张来的宝贝儿子王小飞又官宣了，王小飞日前和台湾网红新女友在台北街头约会，各种被拍。还被捕捉到带孩子跟女友跨年的温馨背影照。不过台湾已经出了佳音了。王小飞新女友也被起底，是台湾混山东的网红 Mandy。是说 Mandy 眉宇之间不仅和大 S、张颖颖有点神似，三人的足迹也都刚好是中国山东。我得罪什么人了？王小飞2021年和大 S 离婚，今年年初和张颖颖分手。对于感情问题，张颖颖通常是直球呛辣回。人生很长，毕竟我是整盘局里边最年轻的那一个，走到那个时候，不知道谁有钱呢。不过时常语出惊人，让网友猜他是不是因为汪小菲精神异常，一天到晚就是这些男人，哎，男宝宝，哎，男宝宝啊，妈宝啊，男宝宝啊，自己一分钱挣不着，一群臭男人们啊，臭男人们啊，天天就知道哎，叭叭叭叭叭。日前张颖颖又开直播，被问到汪小菲交新欢这一题，他也出其不意的回应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 ，Jacky 吴宪哥来了。我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。我是小 S。我是江南雄，是由发上陈美凤。我是黄静莹。我是郑慕辰。我是孙艺腾。我是你的 Weekend Boyfriend Kevin 廖博雅。我是艾薇。我是兰兰。我是吴宇我是林真义。我是志清。我是陈君。我是陈柏宇。圣诞跨年又到了，你们想好圣诞跨年要去哪里过了吗？想要获得我的圣诞跨年交换礼物吗？冰红的话呢，有准备的礼物要跟大家交换一下，用点心思，用点情感准备的，厉害啦！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或是上三立新闻网参加投票，请到三立新闻网来投票参加，上三立新闻网投票。就有机会获得我的交换礼物哦！加入我们的交换礼物，我的礼物非常好哦，很健康，很有 feel 的礼物哦！赶快下载，祝你得奖 ！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！ 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！OK，Happy Christmas and New Year！ Merry Christmas。